那我们讲话。刚刚我好像看到我妈了。你妈？哎，别转了，好晕。你妈在哪里啊？前面那个背红色包包的，你干嘛？你要干嘛啦？你妈妈你好，我是小玉的朋友，我叫小杰，杰出的杰。你好，我等一下陪小玉回家，你不用担心。再见。